今日 HY 老师会同你哋一齐进行创作活动，你哋准备好未啊？准备好，我哋就开始啦！小朋友，我个名叫做希儿啊，我依家都同你哋一样留喺屋企，但系点解我哋要停课？你哋又知唔知道啊？希儿，就等 HY 老师话俾你同小朋友听，究竟点解我哋要留喺屋企啦？好啊，小朋友啊，原来喺2019年12月起，发生咗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。呢一种病原体系一种新型嘅冠状病毒。呢一种病毒咧，会经过飞沫传播，是新型冠状病毒主要的传播途径来的。我们在显微镜下面见到这个病毒的形态，现在箭嘴指住的就是它的形态了。HY 老师，好恐怖啊，那怎么算啊？希儿啊，而家冇预防呢种传染病嘅疫苗噶，所以我哋要时时刻刻咁样注意个人卫生，保持双手清洁。洗手嘅时候，我哋最少要搓手20秒。HY 老师，咁我而家明白啦。希儿，咁不如而家你同小朋友一齐将想象中病毒个样画出嚟，好唔好啊？好啊！我哋要预备嘅物料有黑色嘅 side pan、水彩、白色嘅画纸同埋密实袋。小朋友，平时你哋系咪好中意喺纸上面画画呢？今次我哋咧唔喺纸度啦，我哋喺呢一个密实袋上边。你哋喺密实袋上边画低你哋觉得细菌嘅样啦，你哋谂下细菌系咩样，画喺呢个密实袋上边啦。之后我哋随意挤上唔同嘅水彩点点，记住唔同地方都要有、哦。完成之后，我哋将张白色嘅画纸挤入去密实袋入边。之后我哋就用我哋嘅小手指将所有嘅水彩点点全部捽捽捽捽捽散去，咁样嗰啲细菌就会变成五颜六色噶啦。你哋都快啲将你哋细菌画出嚟啦！小朋友，你哋系咪都好中意玩乐器呢？不过在停课期间，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多乐器、哦、那怎算好啊？今天 HY 老师请你们在家找一种物品，那就可以变成一种乐器的了。现在给你们望下和听下声音，看看你们估不估到是什么来的。小朋友，你们估不估到啊？冇错啦，就是胶袋啦。将胶袋可以将它搓搓搓呢个动作，就好似乐器刮刮咁样，听出嚟嘅声音都唔同噶。我哋仲可以将个胶袋摇下摇下，就好似马铃一样摇摇摇。最后仲可以咧将个胶袋充满住空气，就好似摇鼓咁样，可以拍拍拍。所以一个胶袋可以有好多玩法噶。HY 老师，我已经准备好玩游戏啦。好啦，咁就等 HY 老师考下小朋友同埋希儿你哋，记唔记得洗手要做啲咩动作噶？我知道我知道，我哋要挤紧液，搓搓手要搓20秒，然后再用嗰啲泡泡洗走啲细菌啊！哇，希儿你答啱晒，你好留心上堂啊！
梗系啦，我好俾心机噶。咁我哋开始未啊？好啦，咁我哋一齐睇下我哋点样玩呢个音乐游戏啦。积简易，积简易，积简易，积简易。搓搓手，搓搓手，搓搓手，搓搓手。好多泡泡啊！预备，拍走细菌啊！拍。小朋友，睇完头先嘅示范片段，你哋系咪都知道点样玩呢个音乐游戏呢？不过 HY 老师提下你哋，音乐游戏系要全身嘅活动嚟噶，所以你哋唔一定净系坐喺度玩噶。而呢一首歌个名叫做 Seven Jumps， 系一首丹麦嘅舞曲，所以去到最后完整嘅歌曲会有七个长音同七个短音。但是 HY 老师将这首乐曲剪辑成为另外一个版本，所以小朋友你们玩这个音乐游戏的时候，记住看清楚片段上面提示你的节奏啦。那现在我们就准备开始啦。小朋友，你们都做得非常之好啊，是不是都已经清洗了细菌呢？那你们就要邀请爸爸妈妈和你们一起玩游戏了。